这两块肉可是好东西啊，号称牛的开口脆啊，看看脆不脆。像薯片，你看咱人均带骨头的，吃个烤羊排，啊，太有嚼劲了。
大公鸡头啊，对，特大号的，这都生的吗？我自己做的。风干四对牛排啊，要点咱家的烧烤料。这玩意得用小刀嘎着吃。哎呀，我继续嘛，不好吃啊！牛小福的麻辣兔腿，
今天卤了排骨、黄瓜，脆骨，哎，这脆骨有点硬。嗯，脱骨了。嗯，卤肉料包，还是这个吉祥王家的卤肉料包。这种自封口的，用不完直接给它封起来就好了。有了料包，不用买其他的大料了，里面很多种配料。哎，脱骨了。骨头，卤的啥家？我那个不是谁？啊，kita coba saja teman-teman, biar cepat prosesnya. Nah, ini dia menu makan kita hari ini, teman-teman. Indomie udang sambal super pedas. Mantap. Tanpa belum. 大肠条红烧肉。从哪儿过来的，林哥？北京。是第一次挑战羊驼吗？第一次。对自己有没有信心？有。三分钟能不能拿下？必须的。好，来，烫烫你菜籽油啊！来，灵魂之子啊！交给。准备好了吗？你？准备好了。计时开始。对。
把那羊头往一边放吧，咋的？不下牙去。我的速度慢嘞，说好的三分钟，这牛可吹大了。那大哥几分钟？你看，大哥，你猜他都用多长时间了？都该五分钟，都该失败了。好，恭喜您挑战成功，4分52秒。啊，羊头好吃不？好吃啊。